非常感谢任道长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道教之音的专访。任道长，看您的那个新浪博客的名字是山幽清君，不知道这是您的号还是？山幽清君是我的一个先生，叫杜伟宏道长，他给我起了一个号，他起当时他叫清风主人，他在清风山住，太白山的清风山住。我就说好奇，我说师傅你给我起一个吧，他说就起三优子，也叫三优清君，他就说是君子居山中幽静，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说看您还号呢风破屋主人，屋檐侠道人，不知道您为什么起这个名字。风破屋主人当时是我住在大道观，那个房子很破旧，一刮风啊，那风那墙壁啊窗户呼啦呼啦的响，是我很感慨地想到了豆铺，我就给自己起了个风破屋主人。染屋侠道人当时想着这个有一天活儿忽发奇想，觉得这个抹布啊它将人间的这个脏物染去，但是别人干净了就脏了自己，说修道人传道也有抹布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一个崇高的精神，就自己已经起了一个染屋侠道人。就是有人说呢，出家修行的人身上都有一种怪癖啊，那您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肯定有的，要不然也出不了家的。那就是说，您又该怎样以身作则去教徒弟呢？教徒弟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开始也没想到怎么去教徒弟，就是这几年呀，这个教学呀，加上这个好多年轻人就是来找我出家。我自己的徒弟好多都是自己他们有些父母送来的，要不是老道长的什么亲戚也热爱道教就送来了。其实我自己去收徒弟啊，我还没有啊，现在这徒弟，但是怎么教他们呢，我现在在琢磨，在想着把他们教好。就是你看您是19岁出家，就是到现在都几十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来的修道先德能否给大家简单概述一下？修道先得我谈不上，我觉得现在这几年修道啊，这个出家这么多年，应该说首先出家是因为我的身体有病啊，有病求愿求医吧，当时那个80年的气功热就把我推向了这个道教。到了道教之后呢，应该说还是没有信仰啊，就是因为还是身体，老道长把我病治好以后啊，我对这个传统文化有些感染。那么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一个先生叫杜维宏，他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毕业出家以后在太白山天峰山住，当时我跟随他修道，受他好多影响，是对道教产生了爱好，也产生了信仰，逐步产生信仰，所以是一直到多这多年，还是这么回事。就是当今社会上呢，很多呢青少年受网络玄幻小说以及影视作品的影响，对这个道教认识有所偏颇。就是任爷在这里能否对这些孩子说一下话？现在这个网络以及这些影视这些文学作品啊，因为他们都我们他只能说他是文学作品，他不是历史，所以你像《射雕英雄传》和网络好多游戏，他应该说是歪曲了道教的一些文化。所以我是第一个是让希望青少年啊，这个多看些历史方面的书，了解道教，这其一。其二的，我希望这些文学创作的作者们也这个应该是更多的了解道教历史，从正面去写，写的文化真实一点。您能否推荐一些书给这些爱好道教的青少年看一下？现在写的好多学者写的道教书很好。你比如说现在陆国龙教授写的这个道教历史啊，道教哲学啊，然后王卡老师啊，以及我们教内很多这个学者写的也很不错，像熊天基教授写的这个老子继承，那是很庞大的，他应该是尊重历史的，而且应该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提倡让青少年读一些可靠的书，应该推荐出来。就是近几年您平均呢每年都要办一次高工班，这高工班的收学生都有什么要求？我们开始办高工班的时候啊，
因为是，因为我每年当时好多道观请我去讲学，就教高工，教高工呢，发现这个道观呢教学的话人数也有限，再加上的话道观有事务很忙，所以把办学呢就想着把封闭式教育。封闭当时我们是面对的是出家两年以上的，就是正规的前道、坤道或者正一派、全真派，我们这个面还已经放得很宽的。那么这多年来以后，发现了好多居士和学者就强烈提出来想来上学，了解道教文化。我们现在在摸索，也在每一期可能逐步的要开辟那么一两个、两三个的居士或者是学者来旁听我们的课，对我们有促进作用，哎，对教学促进作用。像就是学习这高工班的学生嘛，就是毕业之后呢，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呢？高班学生毕业以后呢，应该是回到自己的公馆去，就是做法师，就做道场的法师。那么有些学生呢，一期学完了以后，他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每期有三个月、四个月的，每月要考一次试。对于不合格的道友呢，我们就是鼓励他，再学习。这几年的学习基本70%-80%还比较合格，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这老师和学生的这种教授方式同那个传统的师徒相授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新式的方式啊？这就是我们现在道教面临一个问题，就作为宗教，道教几千年来都是口传心授的。口传心授这个方式呢，就是对老师和学生也形成了障碍。什么障碍？就是老师想到什么讲什么，老师一般我们过去老师他也不闭课，他学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新式教育的，我们就想了，第一个要有教材，第二个要有教学计划，第三个呢就是课堂教育这种新式这个思想教育，我们是作为我们高工作一个秘学口传心授传下来，我们这还是第一次。应该说是闵会长，中国道协的第五届的会长闵会长，闵林道长呢，也道学院的院长，他是1992年就在北京开辟了第一次道教高工学习班，那是应该是第一次的这个课堂教育。过去的道长呢，都是像那古代那种私塾教育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想把这个高工班啊，道教音乐这方面出的专业的教材。我们在编撰，这几年编撰的还是比较成功，然后有7-8本书了。以后我们想就是，不管我培养高工，还要培养些高工的教师队伍，让这些人呢从在每一个专长上有所发展。就是您现在的学生已经涉及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遍及全国的各10大丛林、名山道观，您会不会觉得很累呀？累，办学肯定是有时觉得很累啊，也还有时候很难。但是看到他们呀，这每个道观都发挥了作用，有时候心里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哎，就是看您的博客里有很多关于各地经运的介绍，而您也在全国各地进行经运的那个教育传播，就是对比之下，这各地的经运都有什么意义？这几年发现，因为我在全国各地啊去讲学期间，我去每个地方的经运我进行了考察考证，发现道教的这个全的正运啊，第一个很可能来自于茅山，茅山唐代的茅山广成院还是就像他现在全国的全的正运一样，全国实行。那么经过了他变迁，经过变迁到元代一个全真派的兴起，那时候全国实行的还是广成院，所以道教这个经运全的运很可能来自广成院，这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那么广成院它的起源应该是茅山上清派，那么我们丘处机自己说自己收录受指使上清法录，那还是上清派。所以我们在研究丘处机与茅山这个关系，我们还在考证这个事儿。这其一。那么全国经过这么丘处机这个修丛林管理，将这个全真正运全真运提升到全国统一的这个高度啊。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个运呢，经过了他几代人几百年的这个传播以后，全国现在发现就是有很多不相同的，有些区别，小区别，比如语音、打板这个可以，
高空的作用有些小区别。通过这个小区别，我们能逐步把它排列出来，道教全是正运的发展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一直在想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啊来考证道教全是正运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这几年我们已经摸出了一些思路。像各地经运的不同呢，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是有如何取舍呢，就是该学哪一个或以哪个为主呢？现在呢，就是道家还是看重这个全力十方正运，全力十方正运是以陕甘河南为主，山东为主，它的面比较广啊。这是再一个的话，它主要是占了全国国际的各大丛林，就像那些的普通话一样。那么说地方运，现在全力运也有些跟全力这个正运也还是很相似的，但是的话现在就是说在这个大一统的体系，这个十方丛林管理这个方式，在古代要利于这个道与之间的来往公关的管理，还是十方正运都和大家还看重的。有些公关现在的开始就是不学习自己地方运而学十方运，对这种情况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不好。各地方应该保留自己的经运，保留自己的传统，在自己传统不足的时候可以吸收着全真派的经验和可以就包容的运用。比如说像中国文化一样，我们中国有些文化要保留，那么我们有些文化还赶不上那个西方文化，我们可以吸收因为中国文化本身是个包容的文化。如果说把自己的文化全部取消掉，一味的学外来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太好的。我们现在搞到一些研究，也不希望大家发生这样的事情。照您这么说，其实就是全真正运就跟地方相当于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的区别，是吧？应该是这样。那个做的最好的，我们就比如说那我们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黄子安会长，他是湖南道教会长，也是湖南道教学院的副院长。那么他在做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他就是第一个，绝对保留南岳地方运。第二，这个在地方运不足、地方可以不足的情况下，完全吸收全真正运，全真可以。那么，但是他在办学期间，道教学院办学期间，他绝对应用，全国通的十方运，他不叫地方运，他说我地方运作为我们地方来教学。那么我作为全国大型教育的话，我还是以十方运为主。所以这个十方运，作为全国的普通话，还是被广大高道所接受，认可。就是弘扬大道本就是一件极为艰苦的事情，那著书立说呢更是难上加难。看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看您遇到问题这块都是怎么处理的？这几年呢，因为教学以后，我也编了几本书，也是个教材。教材的话，应该说就是宗教出版社跟我说是卖的比较快，卖的快也不是我写的好，它这是工具书。那么我们在编这教材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我的困难比较大，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的全是手抄本，就是老道长的手抄本。手抄本我们在甄别、在校正、在归类、在分类期间，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难。当时有点与过去的道长抄漏的时候，笔误或者是掉的，而且的话经过年代久远的这个散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困难。那么对于道教音乐研究，对道教可以的研究这方面，我们还是局限于这个道藏和我们现在老道长口传心授，以及每各地的这个口头文化。说这几年我做的基本是口头文化，也一直想搞一些道教这个音乐方面的考古文化，我想找些古物来考古来考证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办道学院就想的，道教高工班，道教高工这个学校以后能走向这一种教师队伍，有能做研究，能做教学，是这么条新路子来。就是您在做这件事过程中，肯定也会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就是面对这种不同的声音，你会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呢？这个太多了，这个我也不在乎啥的了。做事嘛，总是人说有时候也是好事，也是改变我们。他有时候这个也不小心，他说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为他们这些你说我说来影响我们的思路和影响我们的步伐。道教高工作为经典学，高工秘学走向教学，走向正规教学，走向研究，走向这个更广泛的这个传播，
这条路子是坚定不移的，谁也挡不住的。有人称您是集琴棋书画为一身的道教大师，就是您是又是如何看待大师这个词的呢？您眼中的大师又是哪些呢？都是做过什么事迹的人？琴棋书画这个事也不能说，我只是爱好，有时候搞一下子，也没正规学过，也没这个叫书画，也没师承。我只是我高工有师承，其他都没师承。那大师称不上，因为大师只是我说那个2002年传过戒，那么在马来西亚也传过戒，大概就是教内一种称呼，和国内就是学者的大师那比，那不能比。那这个是个我眼中大师，你像我的老师窦玉红先生，闵志清先生，任发勇先生，任发久先生，以及这个傅元天，这些是真正的大师。不管德行、文化、素质，那么心理大师，现在我们中国道协现在出来好几个新大师，你看像张继玉大师、黄新阳大师，文化素养、修行都相当好。在未来的那个弘道的道路上，就是任道长有什么愿景？愿景谈不上，我只想把这个高工办、高工这个教学啊，叫他能走上去，时代步伐相吻合。就它走向这一种这个课堂教育，教材以及广泛的研究，培养一批这个这样的师资队伍和这个公馆这个这个从事法师和这个知识这样的队伍出来。我别的多高远我也没有啊，谢谢。就是感谢任爷爷接受我们的这次采访，就是祝任道长的身体健康，为道教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